谢谢霆锋。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富航空难夺走了许多宝贵生命，不幸罹难的空姐叶嘉菁先前已经买好四月 Hush 乐团的演唱会，而主唱得知后在脸书上 po 文恳切拜托歌迷能够让出指定座位的票，让叶嘉菁的朋友可以陪嘉菁听完演唱会，不到七分钟就获得送票人的回应。我和他就这样安静地停止了这次的回合，此后就要再等下一次流星雨带他启程。充满疗愈的歌声原本是文青空姐叶嘉菁四月要在 Hush 乐团的演唱会上与朋友一起欣赏，但一场空难成了遗憾。主唱 Hush 在脸书上发文，请问有谁买到第一排3579的位置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忙，尤其是三号的位置。不到七分钟就获得年轻女网友回应 Hush 你好，我是三号，并附上一张门票照片，随后涌入了上万网友按赞留言，三号同学你好温暖，真的很感动，看到三号真的觉得人心很美，也希望嘉菁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很好，为嘉菁的朋友跟家人送上祝福。不熟识的网友都留言关注与感谢。他已经跟着别的星球一起离开了，我还是依旧记得依然知道他出现的天文特征是几时几分。富航空难夺走许多珍贵美丽的生命，撕碎许多家庭，在网络空间不熟识的你我他持续关注罹难者、伤者与家属，包括捐血支持机师入中列祠协助救灾前线。周二罹难者同期日，全国将降半旗致哀，悲痛中也能见到台湾民众凝聚的人性光辉。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。